其實痛起上嚟咧，真係行路都行唔到，所以攞杯水飲咧都行唔喐嘅。其實生活上係有好大障礙。咁我都曾經試過，即係夜晚黑痛起上嚟嗰時候，我一個人咧喺自己喺廣州嘅時候咧，得一個人冇人照顧嗰時候，我係去廁所都係行唔喐，係揾張凳壓下壓下，同好。我行一步就舉步維艱，同埋一下一步我又痛得好犀利，所以我都困擾咗我咁多年啦。我都好好辛苦嗰時候，就因為我哋用咗藥物副，就是止痛藥，產生咗副效，即係副作用啦。咁啊，令到我心臟係加速跳動啦。開頭我以為我心臟有問題添，原來藥物影響咗我嘅。咁所以我就到有時坐喺度嘅時候，都突然間覺得個心跳得好快啊，以為自己好似世界末日就嚟夠鐘咁樣，所以我係好疑惑啊，好恐懼噶啦，會面對人就微笑，背人就垂淚啦，因為垂淚咧，因為你痛起上嚟咧係痛到你都唔喐得啦，邊有人睇到你痛症啊？有時我自己一個人嘅時候，當我記得有一次。我啊翻香港啦，咁啊喺深圳灣口岸過關啦。嗰時咧就痛風發作咧，我係簡直行唔喐嘅。冇人去覺得一個人會行路行唔到啊，一定人哋嘅作狀噶啦。就真係嗰時發作嗰時咧，我係一步一步咁樣係捱翻去，又唔好意思同人哋講我有困難啦，亦都唔好意思叫啲工作人員咧俾一輪椅我坐啊，因為覺得呢個面子問題啦。咁樣你冇可能你自己咁啊行路話俾人聽你好淒涼啊嘛，所以呢個有苦係自己知嘅。好彩阿 King 佢遇到 Govita， 我哋提供已獲專利註冊嘅生物信息人工智能個性化健康管理方案。我哋擁有各種唔同類別嘅基因同代謝物檢測，從健康背景諮詢。解釋檢測內容、量度人體數據，以至解讀報告，都有專業人員貼心跟進每項程序。再透過我哋獨創嘅智能化數據關聯技術，度身訂造最適合你嘅干預方案。好多朋友話我：，咦，你點解你精神咗咁多啊？咁我笑住同佢講。大家唔知道我啲秘密啦，其實我用咗金代之後，我個人精神好多，咁啊減少咗我嘅痛症，咁啊自然人都會輕鬆咗啦。仲有一樣嘢喎，原來我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咧，我係五點鐘要起身，我因為我要翻我工作地點啊。咁工作地點嗰度咧，我泊低架車，我要行一段路，行八十級樓梯，仲要走八百步嘅路。以前咧，我行嗰時候咧，我係。揸住嗰個旁邊個扶手咧，咁一步一步咁行上去啊，同埋會喘氣添。咁啊嗱咧，我發覺我最近呢兩個月咧，啲朋友見到我，點解條腰咁直嘅？我追你唔到嘅，你就黑黐線行上去噶，咁鼻子一黐線咁快。只不過我係一步一步行得好穩重，同埋咧我行嗰八百步咧，我係冇喘氣嘅。咁我明顯咧，我感覺到咧呢個產品對我有好大幫助，令到我的生活啊好多方面咧係改善咗我日常嘅生活起居。好明顯咧，我痛風嗰個次數咧係減低咗好多，而且仲要加埋好多添。我印象中嘅呢四個月裏邊當中裏邊咧，我曾經啊發作過係一至兩次，同埋都唔係話好嚴重嗰啲嘅。喺用咗金代之後，俾我帶嚟個好健康、好快樂，我人生亦都有滿足感啦，自信心翻咗嚟。我開始充滿咗自己，比人哋年輕咗噶。啊！我而家攞緊可以攞老人免費停車證，同埋可以攞老人優惠證咧。原來咧，我係享受緊我老人嘅服務，但係我用緊咧係青年人嘅身體嘅健壯嘅身體。所以我哋中間係有分別噶。你問我分別度啊？因為我係年齡只係一個數字，我的心態同埋我健康先係最年輕。呢、這個俾我好大嘅滿足感嚟噶。所以。我哋有錢唔可以買到健康，但係有錢你唔識得用你嘅健康咧，就好浪費啦。我哋都知道咗咧，原來我哋年紀越大嘅時候，體力會衰退嘅。但係用咗呢個金代計劃之後咧，我體力唔單止冇衰退，
咁我哋唔可以話我哋好似同年輕人咁樣啊，可以同佢正常咁樣同佢比較。但最多人同佢充咗咧一種滿足感咧，原來我同佢一樣行得咁快嘅，我唔會行得慢過佢嘅。咁呢個咧就俾我自己係一個好快樂嘅回報俾我嘅，所以今代咧我係繼續係服用誒享受緊佢嘅服務。仲有今代嗰啲同事啊，佢俾我好欣賞佢哋嘅，佢定期關注我的健康啊，問我最近點啊，食咗啲乜嘢啊，有冇頭暈啊，邊度唔舒服啊，佢不停咁會有定時定量咧去同我去探討我的健康問題，所以令到我咧係唔單止恢復咗有信心，我對佢哋咧就充滿咗咧有信用嘅感覺，變咗咧係我健康嘅夥伴嚟嘅。咁所以我都好多謝今代啊，佢俾咗個機會我認識佢啦。亦都俾個機會咧，可以改變到我而家生活嘅現狀咯。所以我係真係衷心好多謝幾位人士咧對我嘅幫助同埋支持。尤其是今代嘅高博士，佢講解咗個健康常識俾我知，好多謝佢哋。簡單嚟講 ，Govita GMDAI Methylation 係一套針對甲基化代謝健康嘅計算程序，以輔助臨床醫生及醫療保健人員評估亞健康人群的甲基化功能，並且計算出針對性的補充品配方及劑量，同時都為對健康有更高追求的你提供一站式的測試、評估、干預和監測服務，真正做到呵護你的心血管健康，重塑你的靈活關節，保持你的心情愉悅。